你害我，我都不会报复你。你倒我的钱，我也不会告你，因为我们在学习一种，要爱别人要先修忍辱，所以绝不伤害任何生命，那才叫三宝弟子，以真理以爱做老师，我们要过这种生活，所以很伟大啊！从今以后，保护所有生命，让他们离苦得乐，让他们成佛啊！愿所有亡魂痛苦有情，往生净土。要这样发愿，愿断一切恶。从今天开始，伤害到世界、伤害到别人都不要做啊！愿修一切善，凡是好事你都要做。你不能说哦，这个人又不是我爸爸，这个人又不是我的宗教，我才不布施嘞。只要帮助他们，不分宗教、不分种族，你都要去做。这个是戒律。第三，誓度一切众生，杀死你爸爸的敌人在生病，你都要帮助他。啊，慈悲没有对立，没有敌人，叫誓度一切有情。你不能说我只度人，我不度狗，我只度有钱人，我不度穷人，那不行。任何生命，一只小蚂蚁，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，要发这个愿，然后再把这个功德来回向。像各位这一两个钟头很专心，就对世界产生影响。那时候你会发觉，哎，我肚子痛怎么不见了？搞不好今天晚上回去你头痛就好了，因为你心态改变了，心改变，头痛就会好啊。你想把这个力量，心灵的力量跟将来行为的实践，这个力量供养给世界，供养给因果，供养给大海里面的所有生命，一切众生，来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得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，普度众生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好，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暖英医师。现在国内疫情已经没那么紧张了，但是大家不能看清，如果有对海外回来就要先通报，入境的民众如果有以下的情形就要去住防疫旅馆。第一，处理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、6岁以下的孩子，或是有慢性病患者。第二，该房间内底无洗身躯巾，有这个情形，回国以前要先订旅馆。若是有甲厝的人住做伙，但是有家己的房间，内底嘛有洗身躯巾，入境的时阵就要说明来选择咧厝检疫。若无照实报，相关的罚18万块。若是暂时来台旅客，就一定要去住防疫旅馆，请大家配合，维护咱的健康。哎，千寻，千寻，怎么了，白龙？你爸呢？我爸还在住这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知道今年的8月8号是什么日子吗？哦，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啊。嗯，没错，但是同时也是父亲节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画出大家的爸爸，然后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他的爸爸哦。耶，开始走吧。爸爸。
下，可以请你们帮我形容一下你们的父亲吗？就很严格，因为他是警察，所以从小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会管。是一个很慈爱的吧，慈爱。就是很严格，然后很高。看得出来，你们都很高。我爸不爱笑的人，我朋友都怕他。努力的人，严格，不善于表达，很机车，重女轻男。啊，对吧？嗯。我爸爸算是一个蛮是有威严的，可是对我们也是很用心，然后也很温柔这样子。父亲就是口头禅是什么？事业做很大哦。好，好，好，他爸爸口头禅就是好。嗯，好好，都永远都是这些回答。注意安全。应该是脏话吧？我也是脏话。你讲爸爸，要说台语。自己做决定，不要后悔。对吧？形容一下你平常跟你爸的相处的方式吗？看起来是严肃，但是他其实蛮幽默，可是都很爱讲冷笑话。什么哦，我要死掉了，很尴尬，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他，然后就之前我可能没带钥匙回家，我就会敲门，然后他就会说谁？我说我，他就会说狗，然后我就会说对啦狗啦，他就说叫两声，我就会汪汪，然后他就开门。他六日都会放假，他都会带我出去玩。每个礼拜六日，基本上是。就我们也很少聊天呢，他也不太会跟我们聊很多事情。我也没什么在相处哎，平常就不太会讲话，有讲话都是有事情的时候。好，那你有没有送过什么给他？我之前有送他礼袋，小时候是写卡片啊，长大后就没有了。买刮胡刀给我爸爸，那种电动。我觉得卡片吧，我觉得卡片他应该是最喜欢的，这些成本最低，是因为有心意吧。他很没什么缺吧？对啊，所以吃饭之类的，对啊。是啊，就是我之前国中可能就是很爱聊天呢、啊，所以电话费就爆表，然后妈妈就很生气。然后有天我回到家，我发现我的桌上有一个打开的柚子皮，然后里面放了500块，然后还有一张纸条，就是我爸爸说以后不要惹妈妈生气啊，我的零用钱不多，那这个就给你，你跟妈妈道歉什么，都觉得很感人。后来还是还给他啦，因为我想说我妈妈一定会想说我怎么会有钱，妈妈很聪明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活动，来拿着，就是我们想起没有。画你们的爸爸，画你们最熟悉的那位爸爸。好难哦！你们俩可以一起画。画画好像比较好，但是他不能画出来你爸爸。我爸的头谁啊？随便画。画他爸爸。画他爸爸。我会哭哎。他给他爸爸看。我爸长这样。他忘记爸爸长这样。我忘记了，我爸我都快要不知道他怎样。他画一点头发。鱼尾纹，这很重要吗？好几分头，短短的头发。好像很像小丸子他爷爷。哎、欸，很像，你说有这样吗？像的，而且又很瘦。我爸长得还蛮帅的。自己讲，我脸放太小了。很帅，可是我画不出他的帅。哦，很帅。我爱上了。他也都会染头发。哎，你爸怎么长这面包块？那个大大的肚子，那肚子长得有点高。没关系，今天唯一有身体的爸爸、欸，真假的？开始画身体，然后他在家基本上都是穿三角裤。三角裤，我也不能解释，不好意思。这样子，因为他说这样比较凉啊。哦，好这样。那哈哈 ，size 是2XL， 因为他很胖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画的最好的身体，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画爸爸吗？我爸就长这样。嗯，你应该不是忘记你爸长怎么样？大概就差不多就这样。他的脸其实蛮圆的。很慈爱的样子。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跑船，然后船上有那个刺青的，然后他们就随便抓做实验，就帮他刺一只蝴蝶跟玫瑰花。因为他就比较严肃嘛，所以就是画这个样子啊，然后有点小生气的感觉。眼睛的部分算正常，就是不会到太大或太小。因为爸爸眼睛蛮大的，应该是画的太夸张。他以前很瘦很壮哎，很帅哎，老了之后就没了，就变啤酒肚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常染头发，他现在就我们比较少在染。我们家是阿美族，所以
就知道你是没有三分之一而已啦，就是眼睛就比较大一点啊，就是这腮红啊，我没有画酒窝啦。我的话因为我爸他眼睛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他刘海就是有时候会垂下来，然后他很常说我又不听话这样之类的。他有个很可爱的地方，就是我只要有朋友来，他都会说你要早点通知我啊，这样我才能套一件衣服上去，因为他都只穿四角裤。爸爸看起来比你爸爸高一点，因为我把他画的手长脚长，然后我爸爸头发比较短，可是虽然说话很少，但是他的表情就是感觉没什么表情，但至少不会严肃啊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就是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？爸，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父亲节快乐。快乐。虽然说你应该不会看这影片，但是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其实现在上大学也是很多事情要自己来，没有办法顾到爸爸这样。然后就是他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，然后也希望他就是身体可以很健康这样。就爸爸父亲节快乐。他有时候他之前觉得有点挫折的时候，我有跟他说你是好爸爸，然后他就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然后他就哭了，我哭了，我可以回看上集，妈妈也哭了，妈妈很爱哭。好，爸爸之前都辛苦你了，虽然我很不听话，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啦。父亲节快乐。我也是个不听话的孩子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跟爸爸说你们想说的话。爸爸辛苦了，父亲节快乐。今年吧，可能就做一个蛋糕给你，因为我本来工作就是做蛋糕的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不会做蛋糕，但我做头发，那我爸没有什么头发，怎么帮他做？反正我还是一样，就是请他吃个饭，然后跟家里的人聚在一起，让他开心一点，陪伴他。今天的特派员出任务完成。那我们今天访问到很多人，发现大家都跟爸爸不是很熟，爸爸真的是家庭默默的守护者呢。对，还是我们那个经济支柱。没关系，跟爸爸不熟可以趁着父亲节的时候跟爸爸去吃顿饭，或者是送他小礼物，口头上的父亲节快乐也 OK 哦。那也要趁着佛教师生日广行善业，回向给爸爸身体健康哦。希望各位爸爸都不要抽烟喝酒，路上小心。没错，麦福特派员，我们下次见，父亲节快乐。很有默契啊。而且我会念错。哎，千寻，哎，你爸呢？来龙。你不要笑场啦。带爸爸去聚餐啊，或者是送他礼物，说声生日快乐也 OK。哈哈哈，父亲节快乐。一顿饭啊，或者是跟爸爸说生日快乐，或送个小礼物都 OK。啊，又生日快乐了。利用这个时间，大家八关封尘锁国，还不如守八关斋戒，关起自己身口意的恶业，关掉三途八难。这个关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口意，不杀生，不贪心，这样呢关闭恶业，关闭恶道。进一步大家发心点灯放生施食诵经祈福忏悔，各种的善业来回向整个世界所有众生，是当然修学佛法分的这两个，关闭自己跟承担众生，征服自己来了慈悲众生啊，征服所以挑战自己而开放爱众生，所以呢也唯有透过自我征服的过程才有力量去帮助众生。所以我永远会背这句话，佛陀以无量劫的精进能够征服自己的贪嗔痴各种的烦恼恶业，才能够用悲心力量和利益众生，感化众生。所以那我想越想要帮助别人，越想要帮助世界，那你更要越净化。当然最圆满的净化就是圆满的菩提心的状态。